个他的车是什么理由啊？我的头脑一气就知道了啊！你们做了什么手脚都不用紧啊！现在啊，他的风扇都没有跑，哦，怕恐别是拉电哦。这个之前那个理念我做的，看吗？我撒一只脚，脚跑去哪里？哦，之前我去拉这边哦，给他们测光掉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可以拿一个更长的更高这边，然后这样它的孔别车有走，风扇有走，不过只有那个这个钢筋风扇没有走啊，它风扇到这边，你看跟里面的就是风扇，你看我借下去啊，啊，这剩下几块钱是我讲的哦，还有本事有给就可以干嘛？怕孔别车刺电，啊，里面风扇走了，看看干嘛？好，拔掉，啊，拔掉了。它里面还有长一整根，啊，里面这整根看到吗？里面有长一整根的，看吗？没有了。哦，像你风扇没有走，可是死的。哦，要靠这个风，孔别车有走，现在要走它的线出来，借回去，拉过一条线过来就好了，不用拉里面啊，拉这边进这边去给那个连泥帽，就叫化电机。哦，每个不用靠寄钱。不用出干渣，不用马上滑。哦，这个屁股根本要换盖力小力，它久呀，它刺电，我怕孔别车拉电。哦，孔别车有一粒离裂，那风扇有一粒离裂。哦，每一样国家要换离裂，是照顾它的安全。有时它有一次没有，它走了不敢换，这是24波的。哦，你们看得到了哦，我所讲的东西，每个人还是很专业，可是都没有用。时间到，一定要做。哦，要能接受，如果不能接受，就要去古拉做。我都不做他的，因为他理由很多，理由是很多问题，我知道。哦，你骗不了我，我都没有骗他就好了，不要拿钱给人家骗。看得到了吗？我所讲的东西。我拉这条线过来这边。